他是超在我前面。一辆橘色 Infiniti 跑车在路口直接超车违规左转，刹车也不踩一下，直接狠狠撞上对向直行的机车骑士。被超的问讲回想当时情景，还是觉得跑车驾驶相当夸张。少说应该都有七八十有了，他从那时候超我的车的时候速度就很快了，都没有减，完全都没有减速的那个的念头。对，整辆机车被撞得支离破碎，案发现场还留下许多残骸。14号凌晨2点，这辆价值200万的高级跑车，以时速80公里左右的速度开在台北市松隆路上，接着想要帅气弯进永吉路30巷。当下那个人是几乎就连动都不能动。应该很严重、哦、好心的问讲马上打电话请救护车到现场支援，所幸机车骑士只有轻微脑震荡跟全身多处擦伤，没有生命危险。14车祸9次，快跑车驾驶这次应该有深刻体会。记者王明雄、陈如群台北报道。